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豪，今年19岁，来自新山。我的兴趣就是研究电脑，这个兴趣是从我12岁开始。之前我就一直玩 game， 玩到烧掉啊，就每次拿去修，我妈就很生气，就叫我自己存钱啊，自己修，然后我就自己研究。除了研究电脑，还有改车之类的，对车的也是蛮有兴趣的。不辣面一点都不辣，吃了还能啦啦啦啦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这是公司新出的产品，大哥大大大，它的 WiFi 可以连接到10公里这样远，然后它有一个新功能，就是防偷功能，就是它可以系在你身上，看到吗？它不会掉。按钮很大个，你不怕按错号码、打错号码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电钻来用，而且它是没有声音哦，你们听啊，你们看啊，啊，可以了。像大哥大大大那么好的手机，全球只有10台，大家记得购买哦。不辣不辣面，一点都不辣。看，不好吃。可以，还可以接受。别讲，别讲，别讲。啊。